有几天的地方似乎就有说不完的话题。这不，近日有网友爬出了景甜频频穿连体裤亮相一些活动现场的照片，就又引起了吃瓜群众们的热议了。为什么呢？先来看看景甜穿连体裤的样子吧。作为一位不到30岁的女明星，且不说景甜的演技如何，但景甜能接到那么多片约，自然和她的美貌不无关系。不得不说，景甜确实长得很漂亮，五官精致，面容清纯，身材也是棒棒的。而她的穿衣打扮也总是很漂亮，比如连体裤都不是一般人都敢穿的。但能穿连体裤的女性一般都显得特别的仙气，网友们也说景甜穿连体裤太女神了，显得特别高贵和有气质。细心的网友还发现景甜似乎挺喜欢穿连体裤的，除了上面这款，还穿过下面这款。而且景甜穿连体裤不管是哪一款都是那么的漂亮，那么的高贵有气质。不过有网友就纳闷了，连体裤是好看，但像景甜这样喜爱穿连体裤的女性平常怎么上厕所呢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留给大家了。